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17页倒数第三行，净言所语，自于当来得妙净土，名得净土。啊，解释得至清净处。啊，又会说曰：清净处即是净土也。上所谓也，彼尘如是刹也。两书同旨，经言跟会所啊说的完全相同，使君以建立佛国为得清净处也。这一句话借得很好啊，很简单，很清楚。这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的问题是信心。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把信心失掉了。啊，什么信心呢？把自己的信心失掉了。一个人不相信自己，他还能相信别人吗？还能相信佛吗？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跟我们讲解信、愿、行，这是往生净土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信啊，信他讲了六个。第一个是信自，第二个是信他，第三个是信理，第四个信事，第五个信因，第六个信果。啊，自他理事因果六个信，六个信把心自摆在第一。如果对自己不能相信，后面五个都不能成立。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细心就观察，确实是这样的。大乘经论里头对信心讲的很多，
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那么今天确实信心的教育没有，没有人提过，没有人教过，甚至是也没有看见过，不知道有个信心，也不知道信心的重要。这才是大问题啊！学佛要从学做人开始，学做人头一个就是信心啊，无能、无常，讲仁义礼智信。五伦最后朋友有限，伦常是一体，不能分割啊，父子有情，情里面有义有别啊，有秩序有限啊，有仁义礼智信，五常里头任何一个，人里头具足，性里面也具足，每一个字都具足其他四个字，一体，不能分割。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现在人不学了。左丘明说得好，在作传里头这一句话群书之要里面记录了，他说人气长则妖心，一个人把长，长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把仁义礼智信啊抛弃了，不要了，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就兴旺起来了。那么今天的社会，我们细心观察，真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左丘明在2500年前说的这句话，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看到了那换一句话说，人家在2500年前就把我们的社会看透了今天我们学佛。佛是把心摆在第一特别是净土，信、愿、行，我们要真心的要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佛陀离开我们的时候，阿难尊者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佛陀在世，我们以佛为老师，有疑难问题都向老师请教
佛不在世间了，我们以谁为师？我们向谁请教？啊，佛传给我们的是义法，而且特别提到佛不住世，以戒为师，又补充了一句，以苦为师。啊，佛教导我们持戒修苦行。啊，苦是老师，苦是真的老师。为什么呢？人能够吃苦，就不会有妄想，就不会有争执，跟人竞争，不会有这个念头。啊，就能够知足常乐，安心在道上。道是佛指我们修行正果的道路、方法、原则，这是道。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四义法，我们有没有守定住？守住四义法，就不会被外面魔王外道所动摇。啊，东北的同学，请高居士带来四片光碟，我看。啊，里面有一片讲到魔王波旬，他来找过我。啊，我在摄影棚给他供了一个牌位，请他来听经，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障碍正法，我们只要语言具足，啊，我们还是依法修行。啊，在这个小摄影棚里头，他不能障碍。啊，我们每天按照预定的时间，跟全球同学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课注。啊，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做？习气太重了。啊，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要如何调整长时间的经教的熏修？我们把各种障碍障碍这里头有毁谤，有侮辱，啊，有曲解，
甚至有一些陷害。我们都认为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考试，我们要关关通过，顺境不生贪念，逆境恶缘没有成慧，我们欢喜接受，放下万缘，他障碍的名闻利养，我们名闻利养不要啊，他就障碍不了了。他们所障碍的世间世缘，世缘我们也不要，我们随缘，我们不攀缘。我们自己没有一桩事情是我想做，没有，随缘。大家想我随喜，这个自在啊！佛度众生也是随缘，我们怎么可以攀缘呢？攀缘找麻烦所以要学佛的随缘妙用华严经上说的所以闻法欢喜接受依教修行将来决定了得到清净处，清净处就是极乐世界。我们对这个有充分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自己有信心，决定得生。信心从哪里来的？我们把这个世间放下了，这个世间放不下，那是障碍，未必能取得成。你对这个世间有留恋，我也常说，留恋里头最难舍的是亲情，父母跟儿女的亲情。儿女跟父母现在未必有亲情，小时候有亲情，长大了亲情没有了。你看小孩，三四岁，听到孝养孝顺父母，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孝顺你们，听了很欢喜，长大了未必。长大他变了，他不是从前那个心了，变了。这些我们知道。他说话，小孩说的不算数。大人说的也未必可靠。谁的话说算数呢？佛菩萨的话说算数。决定不是假的，决定不欺骗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过在我们自己。佛菩萨没过错，没过失。所以净言疏理的讲自己在将来，当然是将来，一定得妙净土。这个妙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清净处。
啊，所以这些祖师都认为，以建立佛国为的清净处。啊，这个里头的意思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在极乐世界成就了，成就的果德、正报，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依报，你所居住的环境、教学的环境，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十方法身菩萨啊，要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向阿弥陀佛请教，原因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成就跟阿弥陀佛平等。这就是十方诸菩萨不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他要不去，他就错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在经典文字上看到了，能不发心求生净土吗？啊，不发心求生净土，我们必定依旧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事情不能搞了。六道轮回事情让他们去搞去，谁喜欢就给谁。啊，要学的怎么样呢？清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明明白白，决定不放在心上，与我不相干。啊，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去。啊，自己呢？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上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我们未来的果报，未来的果报也许就在面前，面后天很近不远，必定生净土，必定见弥陀。啊，后面说，但从心地法门而论，这就是更深一层次来说。啊，清净处呢，也可以别尽一切，这指本净妙心，这更深一步。啊，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都从相上说的，从事上说的，更进一步从理上讲，从能现万法的性上讲。啊，性就是真性，啊，心性，那这个清净处啊，就是自己本净妙心。啊，心清净微妙，两个字，净妙。就是
慧能大师所讲的20个字。能大师这20个字五句，第一句是经，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第一句是经，后面4句是妙。啊，不生不灭，妙啊！本自具足，妙啊！本无动摇，妙啊！能生万法，妙啊！你看2个字，精妙啊！把能大师所说的5个字，通通包括。能大师的20个字，包括全部《华严经》。那这2个字也是包含了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说什么？《华严》说一个经，《华严》说个妙。这个经妙是我们本自具足的。啊，是我们自信圆满去做啊。他能闻法信受啊，这个唐是假设。如果你能够做到啊，闻法你真相信，真接受了，接受就是完全没有怀疑。我明白了，我清楚了，我依教奉行。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的起步从哪里开始？从敬业三福开始。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我做到了没有？父母要在，要尽孝道啊，要让父母欢喜啊。要让父母无忧无虑，啊，要劝父母念佛，求生净土，啊，六道无常啊，啊，爱父母，希望跟父母永远。常住，那只有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真的永远在一起。不到极乐世界，永远在一起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身体死了之后，一投胎。不知道到哪去了。每个人所造的业不一样，每个人的去处不相同。永远不再见了，再遇到也不认识。啊，为这个原因就是要劝父母同生极乐国，这就对了。啊，把我们的爱心扩大，不但
父母同生极乐国，凡是与我们相识的人，喜欢不喜欢的，都生极乐国。啊，这种心，这个念头，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阿弥陀佛欢喜。啊，在这个世界，要把佛法传下去，不能到我这里就止住了，那佛法就灭掉了。一定要世世代代承传。啊，真正发心承传，自然有人来学习。啊，学生去求啊，求不到啊，到时候自然来了。啊，这闻法信受这四个字重要。一念相应啊，啊，只有闻法心受，一念才相应。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本然清净，顿其法身。啊，这也是得知清净处。这是心上的清净，理上的清净啊。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从这个心，从这个理出现的啊。能生万法，能生阿弥陀佛，能生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己心性生出来的啊，离开心性没有一法可得，一切法不离心性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支持心愿，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朗然大觉，大彻大悟。这两句是因的，怎么个修法？直彻心源的修法是万缘放下，有一桩没放下，就是障碍。啊，所以要放得干干净净。你要放下这个念头，也要放下。啊，我什么都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这一句没放下。它会造成障碍。
啊，所以佛说，佛是门中，一法不离，一切都放下了，还是一法。有这一法，错了。这一法成了障碍，所以到最后念佛法也没有。佛法是假立的，因缘生法，直彻心缘呢，佛法就没有了。你才见到佛法是从心缘里头流出来。这才真正是大觉啊！啊，大觉是什么样子？本然清净，顿其法身。啊，这里所说的本然清净，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啊！顿其法身，就是融入常寂光了。常寂光是法身，法身无相，法身无不相，无相。是讲法身的体，无不相是讲法身的作用，法身作用能生万法啊，虽生万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法不是真实的，万法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是假象，不是真相。真相不生不灭。我们在大乘经呢，天天在熏习，熏习太重要了啊！所以经一生不能放下，天天熏习，熏成非常坚固啊，强而有力的信心啊，决定不会改变的啊，像诸佛菩萨一样，他为什么不能改变？因为他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所以他永远不会改变。啊，那么这是一，这底下讲的得知清净处，这个清净处是以清净心，啊，是自己的真如本性。乃至于清净心像无量寿啊，我们用这个心来念佛，来享福啊，真心不是妄心啊，用这个真心确实像底下所说的，是在于常
刹那之间，切于清净处。一念静心，一念静心啊，心性是一，不是二。啊，一念两个字不好懂，大乘教里讲的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啊，这一弹指啊，一秒钟，现在我们时间以秒做单位啊，一秒钟，一秒能弹几次啊，弹得很快。我们相信至少能谈5次，5×32亿，不行，1600兆。啊，换一句话说，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有，就是换一句话说。一秒钟有多少个意念呢？有1600兆个意念。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它是事实真相。整个宇宙就是在这样高频率之下变现出来的幻象、假象，不是真相。啊，这个道理很深。现在全世界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啊，这么多人在研究，一定有很可观的成绩拿出来。啊，我们再等个若干年，就看到报告了。啊，报告所说的，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接近。啊，这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啊，现在反对佛教的人没关系，让他去反对。20年之后，科学家肯定了，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大学里面都会开这个课程。啊，佛经哲学，佛经科学。啊，佛法。前景我们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能相信、能接受、肯修行，而且决定正果，啊，这些科学家会赞叹我们的路走对了。
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同事、长官啊，同学们，都是我迷信啊，迷得太深了，怎么去出家去了？干这个傻事。啊，可是20年之后啊，我们再遇到，为什么？他们老了，退休了，碰到我的时候，哎，老兄，你的路走对了。啊，这些老朋友们，现在大多数不在了，啊，剩下来寥寥无几，啊，都80多岁了，再一见面呢，啊，五体投地，没有话说，走对了，真走对了，啊，当时起步的时候，没有人不反对。啊，年纪轻轻，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他迷，我没有迷。我认识了我，啊，摆在面前，所谓360行，我选择这一行。啊，这一行是老师劝我的，我相信。我接受了。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看明白了，看清楚了，这个路好，一生一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多自在啊！啊，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还有求，我无求。你还有争，我无争；有求有争，你还没有圆满；我无求无争，我圆满了。啊，圆满了智慧福德了。圆满了本然清净。圆满了清净法身了，到清净处了。清净处在哪里？无处不是清净处，无时不是清净处。啊，你为什么得不到？你没有放下，你还有争。你还有求，我们再看下面文章。在其下者，至诚念佛。这是讲到。信愿修行啊，经文上讲的闻法乐受行啊，
完全从事上讲，前面从理上讲，从心上讲，先从事上讲，起下，那就是至诚念佛，毫无嗔虑，净念相继，终无间断。这个四句啊，至诚念佛是总数。什么叫至诚？毫无嗔虑，妄想杂念没有了，这叫至诚。啊，嗔虑就是妄想杂念，完全没有了。净念相继是至诚念佛。啊，净念毫无嗔虑就是净，用真心念佛。啊，一句一句相续，终无间断，没有间断。啊，口里都有间断，念头里头没有间断，念念求生极乐世界，念念感恩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要了，全放下了。啊，这怎样呢？这暗合道妙，即念离念，这个功夫是其下者，其下怎么说？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只要你真敢。啊，这个里面最难的就至诚念佛，最难的放不下了，喜欢管事啊，啊，如何能把你的位地位放下？再能把财富放下，啊，再把恩怨放下，啊，把好恶放下，啊，喜欢的、讨厌的放下，你的心就平等了，不但清净，达到平等。清净是阿罗汉的心，平等是菩萨心。你举例，大彻大悟就不远了，啊，朗然大觉就不远了，啊，所以暗合道妙啊，道是成佛之道啊，妙就是自自然然跟他相应啊，即念离念的啊，念的是阿弥陀佛。力释出世间一切妄念啊！你看，前念灭，后念生，
念头永远不断了。从无始劫迷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们念头没断过。为什么？念头一断就成佛了。念是妄念的，不是正念，妄念。啊，妄念断了，正念现起，正念无念，无妄念，一切妄念统统没有。啊，有念皆妄，到最高的境界，念佛也是妄念。为什么？自心清净心里头没有佛这个念头。啊，佛这一念是帮助我们成佛。啊，成佛之后还要这个假名吗？念老子都知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名是假名，不要着名字相。啊，我们没有成就的时候，没有到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名不能舍，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大概这个名呢也不舍，啊，但是跟现在念阿弥陀佛不一样的。现在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妙啊！真妙啊，那就是极念力念啊，极乐世界的人念佛极念力念啊，我们现在是支持念口坚固的支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换成极念力念，还是念啊，跟我们先前这个念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明智不知不觉的极乐世界现前了。啊，这个境界在我们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有啊，说明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只要真干，只要现在就放下啊，你要说多少时间成就，个人的因缘不相同啊，有人放下就入这个境界，有人要几天的时间，有人要几十天的时间，有人要几年几个月的时间，不一定，完全自己决定，不是别人决定啊，真正肯下狠心，一下断掉，马上起入。啊，一念就能起入，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一念起入，像这里所说的，
诸上诸人，所有的念佛人，以彼得与无量寿佛的盟受起，将来借彼成佛。这个法门不难啊，要相信。对释迦牟尼佛相信啊，可是现在我所得到一些信息里头，有很多人说阿弥陀佛来了，释迦牟尼佛来了，诸佛菩萨来了，来救这个地球，来救这些苦难众生。啊，你问我相不相信？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相信。啊，为什么？经里都讲得很清楚。佛的化身是常寂光啊，常寂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啊，他怎么会不来呢？啊，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心思想不出，想不到，言语道断，心性出明，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我们的语言跟他相应，他就现身。他们有来去，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就在当下。啊，大乘经里这个话说的太多了，我们怎么会不相信？啊，但是众生用什么感呢？佛菩萨怎样应呢？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我们心里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人，有几个人想佛想菩萨？啊，科学家告诉我，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会我们，邪不胜正啊，现在这个世间人，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太多太多了啊，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佛菩萨啊，他们所感的是物，不是善的。那物哪些是物呢？修罗、罗刹、妖魔鬼怪，他们感的。啊，多不多呢？多。我见到过，虽然科学家告诉我
地球上人口总数70亿，只要总人口1%的平方根，这样的善人，他们要是同心协力，就能够救这个世界。那1%的平方根是多少呢？大概不到10,000人。这些是给我们的信心的。人要做好人呐。人生在世，时间不长啊，为什么做坏人？好人当中的好人是佛菩萨。学佛菩萨就是学做好人。从哪里学起？从敬业三福学起。敬业三福，它的范围非常广大。虽然是在观经上讲的。观经是净土三经之一。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学佛从这下手，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奉事师长是敬。孝养父母是孝，孝敬这两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孝是根，敬是本。像一棵树一样。根要深。像一棵树。这样一棵树，根在地上，你看不见。这上面这个主要是，这叫本。叫本，才有枝叶。才有干，有枝，有条。有梢，有树叶花果。根本要是。没有了，这个树是假的，不是真的，是死的，不是活的。那么学佛从哪里学起呢？就学这个根本学起。怎样尽孝？怎样修尽？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把用孝顺父母的心，孝顺一切众生；把敬老师的心，敬爱一切众生。这是大乘菩萨法。那具体落实，前面这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我们真正能把《弟子规》做到了，就是孝养这个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的老师了。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道家的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所以我称它做三个根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家的根弟子规啊，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必须从这里落实，要真正做到啊！你学做人，学做好人，学做佛啊，做佛的弟子，你真的有根有本。如果这个四句十六个字做不到，你学儒是假的，学道也是假的，学佛还是假的，为什么？没有根。啊，有根有本，就能够生长，能够茁壮开花结果啊，根本太重要了。啊，在过去我们虽然学佛，自己认真念佛求生净土，但是对佛教像前面所说的信心没有了，心里想着大概我们是学佛最后的一代了，以后没有了，我们这一在这一代帮不上忙啊！啊，帮忙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我有一点点智慧，不多，小智慧，没有福报。什么事都做不成。啊，晚年有一点福报。啊，是这60年修的，不是过去生中带来的。啊，这张家大师教我，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真的用他教我的方法，果报呢得到了，真有了。到这么大的年岁才成熟。啊，我们看到了缘了，看到斯里兰卡对佛教有信心了，啊，佛教可以传下去，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啊，我们在马六甲建一个汉学院，培养儒释道的老师啊，现在也有人支持我，这个可以成就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啊，大乘佛法的希望。我们还希望帮助全世界所有宗教都能回归教育啊，都能够互相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
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建一个宗教大学，啊，国际的宗教大学，建一个佛教大学，啊，现在有了眉目了。非常难得，啊，佛教里面培养人才的方法，还必须要通过实验，成功了，大家才能相信。才能接受啊！这个实验就是小组学生基本的条件，这三个根啊，敬业三福，前面四句没有做到，他。不能学习，想学他也学不会，因为他没有根。啊，他的学习要具足真诚心、恭敬心，啊，没有沉浸。他学不会。印光大师说得好，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你对于你所学的没有沉浸，啊，对于指导你的老师没有沉浸，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这是入学。有三个根，加上沉浸，这是你具足学习的条件。啊，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条件，你的记忆力要好，理解力也好。啊，没有这两种，学起来很困难。啊，学经教。啊，要记性好，理解力强，啊，他就很容易。啊，老师带学生，能带几个呢？在我想象当中，不可能超过五个。五个老师，精神。照顾不过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释法是佛法，啊，传人都不多，啊，五个是很多的了，多半是一两个。啊，三个，这是最常见的，两三个人最常见的。啊，这是过去的老方法，个别教学。啊，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的十年，老师用的这个方法，啊，我们真正有成就的人数很少，啊，传承儒，传承佛。老师等于说开着两个班。
现在在台湾讲儒的学习名居士，啊，讲经的得变成我一个。以前有周嘉玲居士往生了，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真正有这些条件的人，能有个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专攻无量寿经，他专学的。我讲一遍，他也讲一遍。啊，一年讲一遍。他跟我三年，我讲三遍，他也讲三遍。能学出来。啊，会学得很好。啊，如果有生年。我讲十遍，他也讲十遍。啊，怎么讲法？我每天讲4个小时，他每天讲1个小时就够了。把我4个小时东西浓缩成1个小时，要写讲记。啊，写讲记是练习写作。他这个讲记一遍一遍修改，一遍一遍修正。啊，10年之后定本，这就可以传世，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啊，这个方法，阿难尊者传下来。最初集结经藏，阿难佛教。啊，阿难家旁边有人记录，啊，这成为经典。所以佛门世世代代培养弘法人才，都用这个方法。啊，没有特殊的开班教学，只是法师讲解。学讲经的人坐在第一排，坐在最当中。啊，当中第一排那几个人是学讲经的，啊，他们有固定的座位。啊，他们学了之后要佛讲。啊，所以学非常辛苦。啊，1个小时的讲记，至少要3000字到6000字。啊，天天都要写，每天都要写。啊，所以他的心清净，为什么？他没有时间打妄想。他要打妄想的话，他学不下去了，他的课程做不完。啊，虽然有丰富的材料给他做参考，啊，他要整理，他要学习。啊，现在确实比从前容易多了，因为资料很丰富。啊，查资料的时间少，统统都给你查出来了。
啊，只是你自己去编辑，去把它组合。啊，这要费一点时间。啊，能带出两三个人，让这些学校教授们看到了，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戒定慧，应戒待定，应定开慧。啊，他用修定的方法就是佛讲，佛讲你要备课，备课是非常认真，你没有功夫打妄想，用这个方法把你妄想打掉，让你脑子里所想的就是这一部书，啊，范围不大，时间久了，清净心现前。清净心前肯定开智慧，为什么？天天言教决定开智慧，智慧一开，没有学过东西全通了，秒全通了，你不要讲啊，不要承认，不要求表现，还是一门深入，为什么？给天下人做样子。啊，你能这样做的话，你的气数，你自己的境界，一天比一天广，一天比一天深，你的深度跟广度，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如果学其他的样样东西都讲的时候，那就要比较差一点。啊，不是不能达到深广，深广来得缓慢。一门深入，深广快速。啊，名利心现前，那就走上魔道了，那就不是佛道了，搞明文利养去了。啊，永远不沾明文利养，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国王大臣皈依的人很多，佛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啊，偶尔有缘，他们来理解，啊，讲经，佛有时候答应他，啊，到他们的宫殿庭院，他们的别墅啊，住一段时期，讲印两部经，这我们的经典上看到的啊，讲完就离开了，依旧是云游。佛入灭的时候，在旷野，不在房子里头，在树林里面。啊，这是表演给我们看，表演真正把物质生活放下了，随缘度日啊！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都不受干扰，不妨碍他的清净心、平等心，这个好啊！啊，那么这些人得佛受记，
将来必成佛。现前呢，或者是现假，或者是明印。时时刻刻得佛的加持，佛的加持有显加有明加，啊，明加佛加持自己没有感觉到，啊，显加是明显的感觉，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已，每个人不相同啊，通通能得到。再看下面这一段，叹成佛处，成佛的处所，殊胜不可思议，就是。极乐世界啊，这里头有两段。第一段，文明不退，请看经文：无边殊胜处，殊胜场，其佛本愿力，文明于往生，自知不退转。无边殊胜，这是极乐世界，超胜微妙，无有边际，无有量数，不可称数，故云无边殊胜场。啊，极乐世界在哪里？阿弥陀经上说，在我们世界西方，往西方去，过超过十万亿诸佛刹土，那边有一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佛说法，一二谛。根据二谛来说，二谛什么意思呢？一个是根据真相，完全讲真相，讲真实的。第二呢，根据俗谛，俗谛是我们众生常识所能接受的。真谛其理。俗谛其机，两面都要顾到啊。顾到你能理解、能体会，哎，又不失真实啊，两面顾到。真实里面呢，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先后，没有时间，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阿罗汉就证入这个境界了。啊，说空间，说时间。毫无意义啊！这是从众生妄想里面生出来啊，不相应宪法啊，以为有这个事情，他就被局限，被时空局限。
那么极乐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超啊，甚是甚过啊，微妙啊。我们想去的地方不是普通地方啊，一切佛刹里头第一殊胜，没有任何佛刹能跟他相比的，去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极乐世界多大了，没有边际啊。佛在经上透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能体会到我们的世界在极乐世界里面，它包住我们，我们是它里面的一部分啊。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只是我们今天有业障，我们见不到极乐世界。前面讲得很清楚，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通通是梦、幻、想。啊，你在做梦啊？梦中出现的，我们现在的世界。啊，这叫娑婆世界。等你梦醒了呢，梦醒了是极乐世界。我们做梦的世界没有离开现实的世界。啊，我们用这个比喻，让诸位有一个概念。啊，极乐世界太大了，无所不包啊，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在极乐世界常寂光里头。极乐世界就是常寂光啊，遍照法界，光明遍照法界，没有边际，没有量数啊，十万亿佛国土是佛比喻说的，不是真的这个数字啊，我们要把它当真，以为是实在错了。啊，所以不可陈述，极乐世界真相说不出来，不但不能说，想也想不到。啊，所以古云无边殊胜常，啊，释迦佛对极乐世界用这一句赞叹，无量无边。啊，殊胜的刹土，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啊，彼之刹土，超于十方，啊，于也是超过，超过十方世界，正由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啊，故云其佛本愿力阿弥陀佛刹土从哪里来的？这个经在前面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详细报告，啊，给我们讲极乐世界的历史，他从哪来的？是从阿弥陀佛愿心来的。阿弥陀佛慈悲，没有出家之前，他是国王，以十善业道治理国家。啊，他有大愿，希望一切众生离苦。这一句是佛法在全宇宙一切处一切时建立的共同目标。啊，佛是办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干这种事情，不是为自己，啊，自己做出牺牲奉献，无怨无悔，啊，帮助众生，啊，众生的苦从哪里来的？迷来的，啊，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把宇宙人生真相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才感召设法界六道轮回之苦。啊，设法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从不善的念头产生，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头太重要了，一定念头善，你的生活就善，念头不善，生活就不善。于是佛教学的理念就很清楚了，怎么样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迷要破了，苦就没有了，觉悟了，乐就来了，觉悟乐，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于是不再有执着，不再有分别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大宇宙里头随缘，随缘妙用啊，妙用就是一切作用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就妙啊，众生的作用，它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就造业了，它就有苦了，没有乐了。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有乐没有苦，就得大自在。啊，这就是佛教的教学的纲领，破迷开悟，目的离苦得乐。啊，怎么样落实呢？落实在教学。啊，所以佛的选择，菩萨的选择，通通是教学。
教学怎么教法？从身行教起。啊，身做到了，然后再用言语。身行言教，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啊，现前社会。我们看一般人生活，哪一个不苦？贫穷的人叫苦，富贵的人也叫苦。但是贫穷叫苦，吃不饱穿不暖了，那叫苦应该。富贵人为什么叫苦呢？那他不缺乏了，他苦，甚至比贫穷人还苦。啊，那佛怎么样呢？佛示现出家了。啊，出家什么？离苦的路。没有家的时候羡慕家了。啊，成家立业了。成家立业之后羡慕出家。他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啊，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那要用智慧去鉴别。智慧从哪里来？从清净心来的。啊，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决定没有智慧，只有烦恼，没智慧。佛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看清楚，要真正能体会到啊，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你要把他那个快乐看清楚，看明白。啊，肯定了，啊，方东梅先生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是那些佛菩萨，啊，那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想通，没有肯定，我们不愿意学。哎呀，这个太苦了，受不了啊！啊，没有尝到法喜，没有尝到法味。真正尝到法喜，尝到法味，才知道。那么，十方众生因阿弥陀佛第十七愿、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啊，得闻名号啊。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佛说的。啊，佛为什么说阿弥陀佛第十七愿，请一切诸佛替他宣传，替他招生，他在那里办学校。啊，这个学校是决定让所有学生个个成佛道。
也就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是回归常寂光啊，十报乐没有常寂光的乐啊，你这是佛陀教育，太殊胜了。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是必须要讲的，众生必须要学习的一门课程。啊，展开来就是三经一论。啊，三经佛说的，一论天亲菩萨说的，啊，现在是五经一论，五经里面第四个普贤行愿品为末生居士加进去的，啊，那么最后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印光大师加进去的，加得好，还需不需要再加的？没有必要了。经中奠基，这五样东西，五经一论六样，圆满具足。五经一论我们过去都讲过，啊，都留下讲记跟这些光碟的资料，啊，五经都学，都学一论，都学好，如果没有时间，专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把五经一论全包括在其中。啊，所以真正下定决心，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一部经够了。啊，让我们的心转移。啊，流通也是这一部经最重要。啊，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课主，啊，把课盘放进去了，读诵受持，越清楚，你念佛越恳切，你的愿力、信力、愿力越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念佛的功德就越大。啊，将来往生，自己有把握，甚至于自己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佛就来见你。你跟阿弥陀佛念念感应道交。啊，一丝毫都不会有差错。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所以真是无比殊胜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